啊，林副总点灯师啊，以及咱浩然玉德啊，古典禅师宝光圆觉红点禅师，以及花莲道场周点禅师，啊，以及台东那里赵点禅师，现场感谢咱各位啊，咱啊兴的啊，咱的啊怡和信等各位啊师兄师姐啊，各位中光贵宾。还有我们的立法委员郭伯文立委，台南市议员陈秋鸿议员，还有吴通龙议员，还有游龙志议员的千金吼，啊游进宽，以及咱各位区长，咱的啊光点区长哦，黄区长啊，这个麻豆区柳区长，还有下营区李区长啊，还有民政局吼啊陈科长新闻处。苏处长，各位啊，咱师兄师姐，大家早安，大家好。哦，市长好，市长好，非常非常的感恩，非常非常的感谢咱兴的啊，怡和信堂二十周年，吼、哦，这么啊多，咱的道中各位啊，这个啊好朋友哦，已经。各位师兄、师姐啊，各位啊，好朋友会当来个等下咱啊，兴的啊，怡和信堂来啊，这个祝贺喜哦，啊，真感谢周真人这么啊用心哦，啊，传了到各位点灯师啊，点灯师各位经理啊，各位啊师兄会当啊，到三江啊，弘扬道中。爱当何用弘扬咱的啊，整个的和社会啊，趋向较愈来愈向善的这个和尚的社会来前进吼。嘛、哦，真感谢各位好朋友吼，啊嘛真感谢咱玉光啊，不光玉山以及平业总团各位啊，这德亲的努力啊，非常感谢王前人啊，甲陈前人。哦，以及各位前人，大家的用心，而且我要代表台南市185万市民来向咱啊一贯的啊各位啊这个宝山哦来向啊大家啊致敬，嘛要向咱平溪怡和信堂啊各位啊德亲弟兄最高的敬意甲谢意，嘛要恭祝咱怡和信堂啊继续。在这个社会向善的方面，市政府一定全力来协力，全力来配合，要祝福大家平安、健康、幸福、身体健康、万事如意、平安顺利、大赚钱。谢谢，感谢。啊，现场咱的赖会员、立法员来到现场，请拍声鼓励一下。谢谢，多谢大家，祝福大家心想事成。谢谢。谢谢我们黄伟哲市长，黄市长不只是我们的好朋友，也是我们的道亲。感谢市长在繁忙的市政行程当中，特地拨空前来祝福。我们也祝福市长市政顺利，台南市的发展越来越好。我们也非常感谢立法委员赖惠媛、立法委员郭伯文的莅临，还有我们市议员陈秋鸿、吴通龙，还有我们游荣志议员的千金，感谢你们的莅临。另外补充介绍。